很快乐的。如果我是喜欢钱的话，我是爱钱的人的话，我就把那个这个极乐世界的房子啊，这个写一个条子给你们的、啊，一间卖多少钱，啊，土地要卖多少钱，你们将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要跟师尊买，我就很有钱了。不要些那些纸干什么？不要那些纸做什么？那个是 paper 啊，那是纸啊。我也不要那个 golden 啊，我不要黄金啊。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你知道吗？是黄金是就是土地呀、啊，土地就是黄金啊，金沙铺地呀、啊，八功德水那个水池底下全部是黄金啊。我要人间的黄金做什么？因为黄金只要这样子一块，这一块就已经很重了，刚刚这一块就提不上来起来。像这么大块的黄金啊，你绝对抬不动的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站在这里，如果这个盆子里面装的水全部是黄金的话，你两手都捧不动它，你搬不走的啦。所以黄金我也不要，什么东西是你要的？问你，你的身体是你要的吗？身体也不要，对不对？66岁的身体没有人要。身体也不要，那个 paper 也不要，纸也不要，黄金那么重也抬不走。啊，车子已经有那么好的车子在西雅，有那么好的房子在彩虹山庄，那你还要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像师尊来讲，以师尊大福金刚来讲，我正念的麻哈双莲池，我正念的佛性，我在这里盼望我们所有真佛中的全部呢正念的麻哈双莲池。全部正念的佛性，来勉励大家一句话：如果你贪着世间的一切，你就失去了麻哈双莲池，失去了见证佛性。你如果不贪着世间的一切，让它随顺自然来自然去就好，自然来的福分你可以要，自然去你也不要悲伤。但是我们最重要的，不要贪着世间，不要为世间的一切事情你生气发怒，不要移知到你执着世间所有，而放弃的麻哈双莲池，跟放弃的见证你自己的佛性。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Om Mani Padme Hum。波叶，我们一般人来讲起来叫。佛语的就是啊，般若，那么波叶就叫做波叶，那么波叶呢，在藏文呢就叫做啊别扎，那么别扎呢，到了台湾以后就变成这个班长啊班长，班长，班长，别扎，
都波叶都是同样，都是代表着这个佛如来的智慧，叫做佛慧，叫佛慧法王，如来的智慧的法王，这是很高的法王。那刚刚我所讲的，我们要的这个了义啊，要的所谓的空性佛性，就是班长。啊，就是班长，就是佛性法王，那是最高的智慧的最高的一个法王。那么如果能够证验到佛性的话，通通都称为这个班长法王，就是智慧法王。那么师尊本身来讲，我是证验了佛性，证验了佛性的话，那就是班长法王。